阳市客家文化园区最近展出着山城好物，特别展出着14间在地优良的品牌。当时客家文化园区最近展出山城的好物，希望予游客会当理解在地专家做出来好物件，所以讲集合当时和平、石冈啊、新社等等在地精选的商品。很多游客来到我们东势啊，都想了解，东势有什么样的特产啊，或者是伴手礼。这摆经过严格筛选，特别拣出14间在地优良的品牌，其中有奇亚、碰柑、甲茶等等的物件。来这里看一看，就比较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。喜欢这种就是茶的做的那个香皂啊，这很天然。透过好物的展览，或者的专家会当让更加多人看到，了解山产背后的故事，嘛推销山城的品牌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